上学最后是讲到那个黑名单筛选，好，应该还有印象吧？像这一题有考出来吗？好像没有吧？哦，因为这一题好像比较稍微难度又稍微复杂一些些。那这一题里面的重点，当然第一个啦，一样是利用那个数学函数里面的，就是几个问题，我们在count这个里面哦，如果我要计算某个范围，比如说上面这个范围里面，这里面是数字的有几个？哦，那数字里面当然不包括像哪一些呢？不包括像待定，待定的话它不是数字，然后还有像 true false 这也不是，空白这个也不是，所以如果说以前传统的做法，当然你就是可能从头数到尾，一二三四五一直啊这样数，不过这样其他浪费时间了。那如果说你懂得利用那个 Excel 里面的函数的话，你就可以很快的把你需要的那个 count 哦，特别是哦 count 的中文意思就是算几个啦，算几个就 count 哈。所以呢，这里面的话呢，当然 count 延伸出去有几个，像我们如果要知道说这里面是数字的话，那我们上个学期最后有提到有关那个，如果要算这里面有几个的话，你可以插入函数里面，然后可以怎么样利用这个类别里面哈。因为它这个 Excel 里面的函数啊，这其实这个函数简单讲起来就是可以帮你做什么事情，快速的告诉你答案的，算是一些简单的工具跟方法哦，都在里面，大概250几个。那当然你也不用死背啦，不过我是建议哈，如果有时间的话哈，这里面有什么样功能，你最好是能够哈，可以在全部里面啦，尽量哈。上面有个名称，下面就会告诉你它做什么用途。那你尽量呢，每一个能够大概，也许你不用全部都知，但是至少你要瞄一下。以后的话呢，你有印象呢，那你就知道说你将来要怎么去。比如说以这一题为例哦，就是假设我今天要需要统计什么呢？统计那个count，特别重要，你可以往下找到这边统计类里面哦，它这边有四个，我们上学最好像有提过，就是。统计类里面就会有这几个，包含从 count 一直到 countif 这四个，就可以帮我找出什么我需要找到的资料。那其中的话呢，像 count， 它这边也会告诉你说，哦，计算范围中包含数字的储存格数目，其实就很明显的告诉你说，哦，我这个函数呢，就是你只要告诉我什么一些范围，那我就告诉你里面是数字，特别说。包含数字的储存格数目，这边就是数字哦，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你可以把这边当然有个 value 1,2， 那是 value 1指的是范围1，当然你也可以好几个啦，你可以范围1、范围2、范围3，好几个范围一起算，那它会告诉你什么呢？你只要选一个范围给它，它就会帮你把资料丢到这边来，啊，其实这边就是它的资料哦，啊，你会发现它是大括弧，它会帮你算哦，哎，里面是不是数字？这个是，所以它就是加一、四，哎啊，它横向嘛，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一帮你算，算完之后告诉你结果，啊，你会发现结果就放在这里，53个，好，哦，啊，你就不需要傻傻的自己再慢慢算了。所以其实哦 ，Excel 最大的目的哈，主要就是怎么样，叫你不要土法炼钢。啊，我发现还是有很多人不会用函数哦，就傻傻的自己慢慢算，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千万记得，以后如果你们在使用 Excel 的时候呢，千万记得了，要熟悉它的函数。所以第一个按确定之后，53个，它就帮你把结果放到这边来了。那其他的还有什么？这里面如果我不是要找数字哦，我是要找呢里面呢有资料的，也就是说呢，除了数字之外，这个 true false 跟待定啊都也要加进来的话，那我就用另外一个函数啊，上学期有讲到插入函数里面的话，一样在统计里面，刚刚用 count 对不对，你就往下找一个 count A 跟 count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你可以发现哦，它最大的不一样是 count 是算数式的， count A 呢是算什么呢？非空白的。 OK，意思就是说哈，只要不是空白，他就帮你算完了。所以一样的道理啊，我们用 count A， 然后呢把这个范围选给他，他一样帮你算完59个，按确定，59个有资料的有59个，
数字的有53个，所以如果想知道这个范围里面不是数字的有几个的话，很简单嘛，你就把抗着 A 的结果减掉这个抗着的结果，那不就是有6个是非数字的嘛 ？OK 哈，那其他还有像什么，里面有几个空白的？那空白呢，我们其实可以利用其实道理很简单，你就插入函数一样是统计里面的抗着，抗着里面的什么呢？这边有一个叫抗着 blank。这 blank 这边有讲吗？如果是空白的，告诉我，所以你给他一个范围，然后呢，他就会帮你算一下里面有7个是空白的。那最后呢，如果这个数字里面假如这个范围里面数字，第一个要数字，第二个要大于30的话，有几个？当然你不用傻傻的这边有没有这个有一个、两个、三个，那范围越大，如果大数据。那你就完蛋了，所以插入函数里面的话，你可以用第四个 COUNTIF， 这个好像上一学期有讲提到 COUNTIF 什么呢？这个范围一样给它多一个 criteria 条件大于30，这个范围里面如果是大于30，告诉我7个。当然如果你不是30啦，你是要大于40的几个，两个，有没有？你不用傻傻的这边偷看，不过基本上啊，这个结果理论上绝对不会错，一定是比你用眼睛看来的精确，而且又快速，那你会选择哪一个？但不要傻傻的用人工的方式，所以请各位先了解一下这四个重要的函数哈。那待会的话呢，了解这个四个函数之后哈，再开启我们范例题里面有一题是叫什么呢？乐透彩。中奖几率的统计乐透彩中奖几率统计的这个范例里面呢，就是要用刚刚这四个函数其中的那两个吧，其中两个函数算出乐透彩哪一个号码出现几率最高待会我们下午等一下下节课再来看，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好了，有时间的话。